粉丝还有那个用户们投票选出来的那个特别定制款，然后这个拉花就是他们选的，我感觉跟这个车好符合。那我先启动这辆车。嗯。这不是我的卡通形象吗？看出来了，好可爱啊！那你试着跟他交流一下。你好，斑马。你在呢？哎，我的声音。打开空调。好的，空调打开喽。风力调大。好的，调到19度了。再调大一点。好的，调到20度了。我想喝咖啡。有多个配送地址，选第几个？选一。一天下来你觉得感受怎么样？感觉就是颜值与舒适并存，然后这个特别定制款的拉花嘛，风格一下子就感觉更帅了，然后呢还有我的签名啊以及我的那个语音互动，然后就觉得不错不错，非常棒的体验。